一个生了四个宝宝的妈妈是怎样保持身材的呢？一句话，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，花点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活到这个年龄，我绝对不会委屈自己，我绝对不会对美食说 no 了，我也会补充一些有助于身材管理的益生菌，饭后吃一只，或者呢大餐以后吃一只。最近呢要跨国搬家，所以我把它装袋了，随身携带。平时呢包里塞一只，胡吃海喝之后啊来一只，挺方便的。我呢就直接到嘴里吃了，但是这样容易呛到，如果你还没有习惯的话，可以搅拌在自己喜欢的饮料里。吃了这个之后呢，让我感觉最近啊也通畅了不少，甜甜的果香和奶香还蛮好吃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成分表，这个不用放冰箱，所以啊很方便。